哎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表弟，你到来这里干什么呀？看这里，表哥。啊，什么也没有啊，就一个桶啊！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嗯，奥特曼卡面奇迹版怎么样？哎呀，这玩意这能捡吗？哎呀，别人丢掉的就是不要的，我们怎么不能捡啊？哎呀，还是一盒新的呢。哎呀，没错呀，这运气。哎，表弟，那是什么呀？哪里啊？哎，那里，你跟我来。这里好像也有奥特曼卡片呢。哇，奥特曼卡片豪华版。哎呀，这一下赚大了呀，表哥。小伙伴们，虽然说捡到了奥特曼卡片，但是这都是新的呀，到底能不能捡呀？哎呀，表哥，没什么不能捡。哎呀，那咱们赶紧回家吧。怎么了，表弟？看你后面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后面啥也没有啊。上面。哎，有个大箱子。这箱子怎么会在这个滑轨上面呀？可能是绝版卡包呢。不会吧？也有可能，先拿下来看一下。看一下这箱子里面能有啥呀？这就是个破箱子嘛。不得了的呀，表弟，这里面有卡包呢。我看一下。哎呀，小伙伴们，这卡片都是新的呀，怎么感觉是别人藏在这里的呀？表弟，要不咱们还是给人家放回去吧。表哥，你在讲什么呢？这废弃的游泳池谁会在这里藏卡呀？可是这都是新的呀。你不猜我来猜。哎，表弟别呀，你别猜啊。三季好西多拉姆，哎，大怪兽我不喜欢。不是毛卡，黑暗特里加红版巨型卡。我卡的强力型，但是哎呀，不怎么好啊。哎呀，表弟你手气太差了，还是我来猜吧。我来猜一个迪迦奥特曼的。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卡，怎么都是些 R 卡呀？一张 SSR 卡，因为 UR 卡的罗索奥特曼也不是什么好卡呀。3D 卡的尼奥斯，这卡片也不行呀。拆了两包了都没拆到好卡，还是给人家放回去吧。哎呀，表哥，拆都已经拆了，你还放回去干嘛呀？拆个好卡了，我们就赚了呀。哎，表弟，你这么一说也有道理啊。谢，我现在就给他拆。哎呀，拆一下这个荣耀版看一下，会不会有什么好卡片？这个是 3D 卡的泰坦，不要。SSR 卡也不要。UR 白金卡的雷伯特斯，这是个大怪兽吧？这包荣耀版里面也没什么好卡呀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CP 包。CP 包里面应该有好卡了吧。哎呀，真难打开呀。这是谁呀？ CP 黑金卡的赖克赛斯奥特曼。不过这张卡片我已经有了呀。看一下这个 3D 卡会是谁呢？这是 3D 卡的捷德奥特曼机敏形态。小伙伴们，这好卡片虽然不少，但是我都有了呀。这不幸运版还是给人家放回去吧。表哥，你怎么好意思的呀？都快拆完了你还给别人放回去，干脆全拆了算了。哎呀，表弟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有那么点道理啊。对呀，这幸运版的才好卡啊。行，给他拆了算了。打开看一下，可一定要给我来好卡片呀。这个包装怎么这么难撕呀？真是。终于开了，小伙伴们。这个是 3D 电视卡的欧布奥特曼重光形态。哎呀，这放大招也太帅了吧。看一下这个，欧王卡赛博奥特曼，而且还是额头放大招的卡片。哇塞，小伙伴们，这太帅了。还有没有什么好卡？还剩几张透明卡。透明卡，哎，没什么好卡片，不想要。后面没好卡了，这两张卡片简直是太值了呀。小伙伴们，幸好听了我表弟的话呀，搞到了两张好卡片。哎呀，表哥，这不是我，是小伙伴们给你集的欧气呢。哎呀，那咱们乘胜追击，把这个奇迹版跟豪华版也给他拆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小伙伴们给你集的欧气，这些卡片就留给他们拆呀。有道理啊，那这些卡片留给小伙伴们拆吧。走，咱们回家了。这些垃圾我们带走。别了，好，行，把垃圾给带走。哎呀，太好了，今天简直是太爽了呀。哎，你不是说你的手气很好吗？敢不敢来和我卡片大比拼啊？是卡片大比拼？没错，只要你拆的卡片比我的好，我就送一盒卡盒给你。哎呀，这挺好的呀。是，如果你拆的卡片比我的差，你就要拿一盒卡盒给我呢。没问题，来，咱们两个开始吧。开始什么呀？你的卡盒呢？我也要送你卡盒呀。那肯定的呀。行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小伙伴们，这老板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呀，不知道咱们是国服开卡王吗？咱们今天就去给他上一课。这一箱卡盒太多了，我用不着这么多，这里够不够呀？这个也不行了，这个也太多了呀。拿哪一盒呢？这里有一箱呀，咱们就拿这一箱去跟他比赛吧。嘿，老板，
我来了。这么多卡盒，怎么样，你准备好没有啊？我当然准备好了。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。好嘞，不准偷看啊。1元包。哎呀，老板，你要是自觉的拿卡包来吧。你忘了吗？今天我们比的就是手气。切，我不相信你手气这么好。看一下，最高只有张 S R 卡，还是个大怪兽呀！哎，什么手气呀、啊？到我了，该你了，该你了。老板，这还用拆吗？我荣耀版必出3D 卡。哎呀，还比什么比？不就是一盒卡盒吗？给你，你也知道比不过我呀。刚刚什么？再来，再来呗。看一看这次是个什么卡包？奇迹版。哎呀，这回你应该能出张好卡片了吧？那当然了，还有你说，看一下，我这是什么卡？OR 卡的奈克赛斯奥特曼。哼，这下你肯定比不过了。到我了。荣耀版。这下压力有点大了呀，不过还有希望。看一下，JR 卡的欧布奥特曼。3D 卡的达贡，小伙伴们 ，ZR 卡加 3D 卡应该要比 OR 卡好吧？我好不容易拆到一张 OR 卡，你就来了一张 ZR 卡。说了你手气没有我好。给你，哼，咱们继续。继续就继续。怎么又是一元包啊？不管有点伤身体的呀，敢不敢嘛？什么敢不敢？哎，二姐你怎么来了呀？我这不是来换卡盒吗？哎呀，二姐带了这么多卡盒，你们玩什么呢？我带了这么多卡盒，跟我一起玩呗！哎，来呀，我们一起玩。等我们玩，你凑什么热闹呀？来都来了，就让我退吧。对呀，来都来了。经典版，哎呀，二姐这一箱卡盒都得是我的啦。哎呀，今天版你就别来了，不然等下你这一箱卡盒都没了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二姐，你先在一边站一下，我先来拆。荣耀版，我赢定了。一张3D 卡的戴拿奥特曼，还有一张幼儿白金卡的泰塔斯奥特曼。你手气也太好了吧？哎呀，一般，老板，到你了。哎呀，还是别拆了吧，不然会后悔的。我后什么悔啊？你要是不拆，我现在就把你小卖部给你搬了。我拆，说了不会后悔的。后什么悔啊？又是个一元包。看一下，哎呀，这下我是赢定了呀！二姐，到你了。好，先别拆啊。这一元包能出什么好？不是吧？一元包出这么多张 GP 卡，我手气也太好了吧！紫色 GP 卡，红色 GP 卡，我整整十几张。这，老板，这什么情况呀？哎呀，我说了你会后悔的。这算我赢了吗？这个，二姐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问题，这卡包不能出这么多张好卡。不是我的。老板，你快给他解释一下呀！我说了你会后悔的。二姐，你开门呀！这卡包有问题。大哥，你知不知道哪个奥特曼的腿最长呀？哪个奥特曼的腿都最长啊？对呀，都一样大的呀。那必须的。哎呀，我问了一下我大哥，奥特曼的腿都是一样长的呀。那张奥特曼的腿特别的长。什么呀？奥特曼都长得一样的巨大，腿都应该是一样长的。哎呀，我不管，我就要那张卡片。那你给我形容一下，那张卡片长什么样子啊？那张卡片。它是红白相间的，红白相间的奥特曼应该有很多呀。你要是找到了，过来，都给你。哇，行，我现在就去给你找啊。二姐，你快帮我找一张腿很长的奥特曼。
腿很长，对，猫咪的腿不都一样长吗？哎，它身上还有红白的条纹呢，那个红白相间的条纹。红白条纹的，这么简单，我给你找啊。啊，不，传奇版。你在哪听说的？有这个奥特曼吗？有呀，那老板说他腿真的特别长。啊，这个是男的，不是。这也不是的。好。回去在这个包里面吧，这么难撕。哎，我都已经看到了，不是这一包，是大怪兽呢。你该不会拆不到吧？嗯，我找一个啊，别急，红白的。哎，是不是这个奥特曼？嗯，奥特曼这个初代，嘿，红白应该就是这一个了。哦、我先拿走了。老板，老板，这些卡盒我就全拿走了啊。难道你找到那张卡牌啊？你看是不是这一张初代奥特曼，身上红白相间，腿也很长呢。开、门。不是这一张、不是这张，这跟你描述的很像啊、它不是初代，它是新生代的奥特曼、新生代的奥特曼战士里面有你描述成那样子的奥特曼吗、有，肯定有、那行，我再去给你找一下啊。新生代战士、大哥大哥啊，能不能帮我找一张奥特曼卡片呀、不会又是那张腿长的吧？哎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过呀，他身上有红白相间的条纹，而且呀，还是新生代战士。什么？这还有这样的？对呀、那老板说有这样的呀。我都开始好奇了，我跟你讲。那你帮我拆开看一看有没有？咱们先看一下这第一包。哎，克利加，这个是吗？这个不是的，他身上有蓝色的呀。那其他的？这其他也没有什么新生代的了呀。咱们看一下第二包，别急。好好，看大哥的，大哥肯定能帮你拆出来。怪兽，这个是什么？戴拿奥特曼的，该不会是这个吧？你觉得像吗？可是他不是新生代战士呀。又不是啊。对呀、其他的也不是了呀。该不会真没有吧？别急，还再来一包。大哥这里卡包多得很。哎，又是怪兽，看这个。这个银河。对，他很像，对不对？他是新生代战士呀。是的，对，可能就是他了。哎，对，把这个给我收藏吧。哎，不行，大哥，我拿这个用了，你借我用一下，我找到了，你找到了，给我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银河奥特曼？哎呀，不是这个银河奥特曼，还不是呀，他就是新生代战士呀。他是新生代战士没错，但是那个奥特曼是这样的。什么？奥特曼是这样踢着腿的？对。还有这样踢着腿的奥特曼卡片，它就是这样的。你到底能不能帮我找到呀？来，我肯定能帮你找到。高抬腿的奥特曼卡片，哎呀，不行了，我得拿出我珍藏的奥特曼卡包了。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啊？来看一下，先拆这一包。3D 卡达贡，不会没有吧？欧布奥特曼。麦克斯奥特曼，还有一张雷欧奥特曼，这也没有高抬腿呀、完了，只剩最后一包了呀。3D 卡的赛罗奥特曼暗飞行，这是黑钻卡的欧布奥特曼疾风形态，利加奥特曼，黑暗战士欧布，这也没。是不是这一张呀？新生代战士高抬腿了、该不会就是这一张吧？奥特曼卡盒，我来啦！我拆到了！你拆到了？你看，高抬腿动作的奥特曼，而且还是新生代战士，是不是宁家？哎呀，他身上也没有红白呀。对哦，他还多了黄色耶和蓝色。又不是这一张呀！哎，你猜的到底是什么呀？我拆的卡包有传奇版、荣耀版，还有黑钻版。难怪你猜不出来，它是在幸运版里面才会有。那你不早说，你也没问我呀。哎，算了，那你拆了这么多，拆出来没有啊？没有啊。哎，你手气可真背。还有没有？还有一包，这一包我来给你拆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有没有见过老板说的那张卡呀？有的话告诉我一下呗，可以获得很多卡盒呢。可以看一下，透明卡大怪兽，赛罗奥特曼，这是个啥呀？3D 卡的杰德奥特曼，哇，这特效不错呀。OR 卡的利布特奥特曼，该不会就是这一张吧？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他全身红白相间的，而且呀，还是新生代战士。这个腿呀、也是真的长啊！什么？你猜到了？你看一下，是不是这个利布特奥特曼？对，
不是他。哎，你刚刚都说对了，你说不是他，你把我的卡片收着干什么呀？我不管，那你这卡和我要拿走，你给我把卡给我。